生竟然对戴律师，大家也看出来我一成不变，就是我的头发嘛，七八年都是一直就是留长。你还蛮紧张的哈，而且我也都没有跟我老公讲说我要剪头发。你们干嘛每次都要来这一招啊？哦，今天的内容，你看女人火鸡蛋，想时尚低基金。